交换空间给你好看，就等你吧。风险刺激，玩的就是心跳。我想我家应该是非常非常漂亮，真实感人，看了忘不掉。墙上纸包那个吗？交换空间，交换惊喜，和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差别有点大。让你体验从没有过的经历，来试试吧。装修对对碰，温暖心贴心。大家好，这里是交换空间，我是王小谦。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延安的枣园窑洞，应该讲到延安来的人都要到枣园来进行参观的。这里呢应该算是革命圣地的一个核心位置，因为曾经有毛泽东同志啊、周恩来啊、任弼时等等、朱德等等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都曾经在这里住过，是他们的故居。今天入选我们交换空间的有一户选手呢，他们是烈士的后代。我现在呢就心怀敬意的去拜访一下这个革命家庭。这是我老爷爷的革命烈士证书。他在解放战争中，对，他在延安保卫战中，延安保卫战，对对，牺牲的。我看着这个革命烈士证书，还有这个照片，真是觉得肃然起敬啊！那等于就是说是您的爷爷啊，对对对。大家看到了，这个烈士之家是现在目前是五口之家，三代同堂是吧？都住在这儿，对对啊，真不错。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这个特点，没有其他可做的，就是装房子。谢谢，谢谢。欢迎你们，谢谢你们让我儿子听你表演节目啊，对，节目啊，陕北大秧歌，陕北大秧歌。曹亮小两口加上公婆和五岁的孩子，三代人房子住了12年，有些旧，客厅30多平米，储物空间不多，孩子的玩具不少，但是都被老人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这是老房子的吗？老房子都比较陈旧，就空间也不大，感觉给人感觉挺压抑的。啊，颜色也有点深。对对对。我觉得就是进门这一块吧，这个鞋柜这儿不是很好，这个隔断做的啊。对对对。我们家能变得亮一点。亮一点，有点时尚的气息吗？时尚气息。那如果说装的特别时尚的话，您二老会接受吗？不要太啊！你看你看，小老不要太时尚，是吧？啊。嗯，你们喜欢什么颜色？现在不一定带着也行，带着就可以了。简洁大方就行，简洁大方实用啊，采光好一点，有点色彩感，但又不要太艳丽。对，感觉空间稍微能大一点。明白了，从视觉上看。对，我们要把所有的这些想法呀，都如实的转告给设计师，然后也让我们的观众认识一下，给我们的五口之家进行改造的设计师是这位。来自西安的杨艳怡热爱生活，更热爱自己的设计工作，想把一切美的东西都融入到她的设计中，细致、大胆、干练就是她的特色。这次参加交换空间是为延安的一个五口之家改造客厅，改造的难度特别大，因为这是一个旧房子，同时因为我们对延安的这个地理位置也不是很熟悉，所以要从西安历经300多公里把这些东西全部运过来，虽然耗费了很多的人力物力，但是因为我们热爱生活，我们更热爱设计，所以我还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去把这个设计做好。这一次的设计的主题就叫田园春秋。杨艳怡要让这五口之家的客厅大变样，不知这春和秋怎样表现出来呢？首先
阿姨好好送你一个礼物，我给你带。哎呦呦呦，谢谢，这是红枣、是吧？对，这是什么呀？这叫早串串，早串串，这个秸秆、高粱秸秆，高粱秸秆啊，这是我们陕北呢、就是特别讲究的这个东西，只有过年这个重大的节日时候，然后才会带上，就是祈福这个一年的平安。然后你出去玩的时候带哈，小孩到处跑嘛，过年的时候，然后你饿了以后还可以饿了能丁饱。哦，对对对，这个特别好。跑一圈回来，这枣就没了。反正你看你来我们家，我们挺高兴的，也没什么好招待的。我们俩给你唱首歌吧，陕北民歌，表示欢迎，欢迎啊，招待你，欢迎欢迎。鸭肚子，手绢儿摇，三灯灯暗，怎么结个面面容易，哎呀拉花儿花儿难。一个在那山上哟。哎呀，栏目上那花花，哎呦，照一照。啊，真好，这个太可怜了。你们俩不存在，没有没有，唱的特别好。你们俩不存在拉不上画画的问题，只能照照手。你们俩可以天天去见面，又拉上画画，又拉上手。嗯，真好。哎呀，又给了我早串串，又给我唱了信天游，不能我老是又吃又听的，我也得干点什么是吧？看看你们家房。田小杨吴红梅的房子也住了十年，因为在一层采光很差，红红的地板更增加了暗度。十年前的老式装修让房间显得传统老气。哪儿不满意跟我说说。就是一个是咱这个采光不太理想，有些暗，然后希望它能明亮起来。再一个就是还有一个特殊的要求，就是我觉得这个房子的客厅那部分啊，还是采光还算好一点的。想给孩子那块安这个写字台，书桌可以写啊，学习区。剩下的就要交给咱们随便自由发挥，自由发挥。随便了，我相信咱们品牌的力量还专业的力量。你想做成什么样？什么风格？什么色彩？温馨一些，然后有现代感一些，有现代感是吧？男主人呢？你们家好像话都让他说了。我们家主要他是书记，他说他是书记，就是什么大事都他决定。你有什么想法？我觉得也就是吧，就我们这个家就是有点冷清，总觉得有点压抑。来点温馨感，温暖，哎，温暖一下。好了，那基本上呢，就是对于家庭的颜色、采光还有这个功能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其他的看来就比较没有。啊，就比较放得开了，是吧？行，那就把他们的要求告诉设计师，让我们的观众也认识一下，给这可爱的一家三口来做改造的设计师。大家好，我叫舒永新，也来自于西安。虽然参加这次节目困难非常大，但是我会全力以赴的。我拿出了我认为最满意的作品。我这次的设计主题叫做花舞，它是以花作为设计灵感。花的多种表现形式作为设计手法，我认为我的设计是最棒的，大家尽情期待吧。舒永兴倔强执着，心中有着许多的梦，他要把设计的融会贯通作为一生的追求目标。这花舞顾名思义就是花儿在跳舞，房间中有这么多的花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好，首先要欢迎你们四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那参加我们的节目其实是有一些相关的规则的，参加和看是不一样的，先了解一下。在48小时的时间里，两个家庭免费用10000元交换装修，改装彼此的居住空间。本期目标空间客厅。接下来我就开始派发红包了，帮我拿一下啊，这里面的。先发两个红包，这里面呢是各10000块的装修基金，是由叶之峰装饰提供的，用于你们两家的装饰装修。因为是老房子，可能会稍微花点钱，费点钱。我的意思是，一定要一分钱摔成8瓣的花。好好好，谢谢，精打细算啊。还有两个信封，这里面是个价值8000块的家电基金，是由这个美的洗衣机提供的，也感谢对我们节目大力支持。你不是想换个大电视吗？对吧？你们家也是啊，大电视也是要大电视啊，8000块以内都可以。来，大电视有了，大电视有了。我把这个百宝箱扣上，等到48小时结束之后再看看里面有什么故事啊，有什么小纸条，还有小礼物。你家的，你家的。
对，未来48小时，你们都是给对方家来进行做主的，然后都不准回家，都也不能够这个打电话，什么都不可以啊，玩的就是心跳，要不然就没意思。好了，好，能遵守啊，没问题。好，来打一下，全力以赴啊！48小时倒计时开始，出发，开始。杨艳怡和田小杨、吴红梅组成蓝队，打造田园春秋。舒永兴带领着曹亮、郭小丽打造花舞。您更看好谁的设计呢？两队各自腾空房间后，这时从300公里外的西安运来的材料也到了。他们一鼓作气卸完材料，就继续去买东西了。是呀，因为壁纸在室内是比较常用，比较适合改变多种风格，它可以表现富贵、高雅、简约时尚、卡通等等，既可以表现我们所说的这个富丽堂皇，也可以表现成妖娆妩媚，甚至可以表现朴实无华，都可以。这样，这个挺好的呀。是呀，这一款一摸这个感觉就知道它造价应该比较高。我看这个挺好的吧，给他们用这个吧。我估计这个价格很难承受。是吗？那我们再到那边看看吧。好吧。哎，我看这个挺好的，你看。这款壁纸还镶着钻呢，而且是金丝镶边，这款壁纸好几千块钱呢。是吧？太贵了。那可太贵了，这上墙真都精品。那咱去这边看看吧。好吧。那你看我这个怎么样呢？淡淡雅雅的，好不好？我觉得这款壁纸非常不错的。是吗？无论是质感、色彩感和我们设计的这个风格都比较接近。那我们用这个吧。挺好的，比较适合我的这个设计风格。是吗？瞧我的眼光多好呀。是的，你很成功吗？成功了。行，咱们看好的。我们面积大概16个平方。16个平方，那我们这里选出2-3个平方的，你们需要几个？16个。那好吧，来4卷吧。来4卷吧。曹亮、小丽，我们开始干活了。哎，来了，干什么呀？主要把这种生态木吊到那个吊顶上。这什么生态木啊？和塑料板差不多啊，这。它是木头做的吗？它是由30%的木粉加热压烹然后出的。要不您对比一下，可以看它的效果是什么。这颜色不是和原来那个颜色一样的吗？实际上不一样，您可以对比一下它的质感。而且它的色泽感颜色差不了很多。它是10年前的工艺，又老气又不好看。哦，我们这是一种新型材料，低碳又环保。这东西怎么上去啊？一会儿您和工人师傅一起干就知道了。哦，我们很简单的，我们一起干。是的。好的好的。舒永兴设计的用生态木做吊顶，原来不是把长条板直接吊上去，而是要把这些长条锯成一个个小方块，按纹理交叉贴上去。虽然费事儿，但是挺有艺术效果。最后，设计师又用这种生态木把小过道的一面墙也做了装饰。家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把那电视和电视墙那块改了，那是我最希望的地方。电视墙变了吗？不知道。只见蓝队这里把整个房间都用护墙纸保护起来了，只露出老黄木色，准备喷漆。这换什么颜色呀，准备？这个咱换成白大色，白色，白色。对，我觉得你这样处理挺好的，这个它这个本身这个质量呢，很结实。就拆了呀，很可惜，特光滑。是是是，就因为它特别光滑，还给咱们增加了一道工序。咱还用细砂纸，还要打磨打磨。我也刚刚有点怀疑，有点担心呀、啊。那你要喷漆，它能不能附着上去？能不能做到均匀？用喷枪把它喷上去，就特别均匀，特别光滑。你们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只要好好干活就行，是吧？嗯，那咱们现在马上就开始喷漆。是是是，好，把这活交给我吧，喷漆的活。还没等设计师决定，小杨已经拿喷枪干上了，别说，干得挺专业。红队这里把10年前的流行色黄色统统变成了褐色，也可以叫咖啡色。接着红队买的壁纸就要上墙了。那在我们延安用壁纸的人多不多？多，是吧？后来都用这个。嗯。哎，这胶都没什么味儿啊。这是不是咱这胶都是土豆板凳可以吃的？哦，这胶都可以吃啊？对对对。
做确实没味儿。舒永兴设计把壁纸贴在餐厅的两面墙上。哎，巧亮，你看我调的这个壁纸好贴吧？可以，业力不错，漂亮的，就是了。哎，杨设计师啊，你给我家装壁纸了没？我也想要一个壁纸。这可真叫心想事成啊！想要壁纸，还真有壁纸。杨艳一用的壁纸可是全客厅满铺的。这是一个老房子，它的层高来说比较低，我们用竖线条的壁纸会拉伸它的这个进深，是显得这房子能高一些。我最想我们家有所变化的就是一进门那个鞋柜，希望能把它拆了。那样会敞亮一点。哎，设计师，放哪了？他家的鞋柜拆是拆了，但是又换了一个。这是一个玄关啊。红队，我觉得你们家这个玄关特漂亮，特有艺术性，我特别羡慕你。我也其实特别期待我们家也有这么一个东西，我也想了很久了。让吴红梅想了很久的花架玄关还是没有，不过这水晶灯可是让小丽很喜欢。给我开点灯光，我看一下吧。好的。哇，太漂亮了耶！我好有成就感啊！我家不知道有没有水晶的灯啊，我非常非常喜欢水晶。小丽喜欢的水晶灯也没在自己家出现，这是非常田园的一款灯，铁艺灯架配白色花朵，这灯要和风格统一才叫般配呢。开灯，我就要开灯说的声音。哦哟，这工程够大的是吧？啊，这边贴壁纸，这边刷墙面漆，怎么天上还站了个人啊？什么呢？画手绘嘛，给墙上画手绘，顶上。天花上画几组这样的图？画四组这样的。四组，一共四组。啊，对。你这工程可不算快的。跟你说实话，因为你看啊，到明天咱们就收房了。你这个手绘其实很花时间的，对，用铅笔打小稿，对，还要再上色，而且你操作起来非常的不方便，灯在梯子上仰着脖子。是的，是的，是的。哦，这时间你得算进去啊。是是是。壁纸没贴完，墙面漆没刷完，地板没有做处理，对，所有的家具还都没有，对吧？打算今天晚上加个通宵吧，咱们会按时完成的。通宵啊？对，都一起加油干吧，你们。你也通宵吗？准备陪他吧，一起干。陪他吧，陪他呀。行，你们在这儿努力，那边他们也给你们家努力嘛。谢谢。蓝队已贴完壁纸，进门处留了一块白。这块实际上是要作为挂衣板来用的。如果说你经常来回挂衣服、取衣服，对壁纸的这个磨损是比较大。所以说，咱们这一块用这个比较耐磨的、比较好看的、有层次的这种软木来把它协调一下。原来这里是留着挂衣服的，墙面刷胶在这种软木的背面刷胶，几分钟后把它们粘到一起，不占空间的挂衣架就做好了。终于打了一个，效果还真的不错，感觉很时尚。你看桌面它像一棵大树，是不是？这不是普通的骰子吗？这样一座挺好的。主要凸显了一个原生态的一个设计理念，和我的设计主题花舞丝丝相扣。在农村常见的筛子里面画荷花，这是舒永兴的得意之举。这与众不同的设计，不知挂在沙发背景上会好看吗？刘伟，基本上画完了，你把细节再勾一下，我们还看其他活了。好，行。你一定以为这是在抹墙吧？其实这是在做硅藻泥的造型墙。硅藻泥的环保及小颗粒状能让墙体显得个性时尚。他们准备在这电视墙上做枫叶造型，千万要在硅藻泥没干的时候下手哦。这个枫叶我是把硅藻泥掏了一个凹槽，然后里面是丙烯颜料，做了一种层次感，一种肌理感。没想到硅藻泥还能搞得这么漂亮。这个是往沙发背景墙后面挂的，是起到一个装饰的一个作用。红队啊，原来我一进您家门呢，我就感觉到特挤特窄，但是现在呢，经过设计师这么简单简约的装修之后呢，你们的厅立马开阔了很多，我感觉呢，看起来至少增加了有10个平方。已经是深夜了，红队这里还在加班画房顶的手绘呢。交换的空间，情感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来到家装气象站。今天我要给您介绍的这个空间呢，是一位年轻女演员的家。这位演员在屏幕当中塑造的角色是多面而多变的，相信您见到她一定不会陌生。她是1997年亚洲小姐的亚军，
他是电视剧《翡翠凤凰》中敢爱敢恨的马文文。他在《杀出绝地》中扮演红军女政委，在《第一速度》中饰演沈勇女警察。他就是我们今天好空间的主角郭金。大家好，我是郭金，我和你们一样都很喜欢看《江的空间》。一会儿你们看到这个家呢，就会感觉到，就是说我呢在里面因为学了很多的方法，所以我这个家装修的，我自我感觉既低碳又时尚。郭金是个恋家爱家的美丽女子，看过她的家之后，你不得不佩服郭金的聪明与用心。她将众多元素巧妙融入到自己家中，不露声色地讲述着属于自己的美丽故事。看点一，奇思妙想，创意无限。因为学过服装设计，所以郭金对美有着独特的理解，家里的很多创意都是他灵感闪现的结果。最有意思的当属郭金家的餐厅。郭金你知道吗，一进你家门，没想到一抬头给我这么一个巨大的惊喜，就是你们家的顶棚竟然全都是你的照片。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好像这样能够最起码留住青春吧，是一个这个轨迹，成长的轨迹。对，然后这上面就是和你有关的所有的一些杂志啊的封面，对吧？对对对，这个吊顶随时都可以看。一进门让人知道啊，这是郭金的家，看他拍过这么多好的作品。对，好像盖了个章似的，这家肯定跑不了，肯定是我的。一幅幅极具冲击力的时尚美图在彩灯的映衬下似梦似幻。另外，餐厅区的高椅背也是抢眼的一个亮点，另类又不失它的功能性。说起这个椅背，里面还有一个故事。这个房子买完之后呢，它是精装的实木的一个方形的楼梯，就感觉很稳重，我就觉得像我们这么年轻的人就不太合适吧。所以我就拆了，换了一个铁艺的。但拆完之后就发现这个铁艺的反而跟这个是我从印尼订的一套餐桌椅，然后就也好像那个距离很远，然后最后就想到就是在中间有这么一把椅子，它是餐桌的一部分，但是它又有这个铁艺的元素。和设计师多方讨论之后，最后设计出和楼梯的造型颜色非常和谐独一无二的高椅背，拿去定做出来之后效果出奇的好。而在空间里，好多门的设计也是别出心裁的。哎，大家看到的这扇门呢，其实是花费了我精力最多的，也是耗时最长的，长达3个月之久。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门呢，本来这些小天使呢是我自己画上去的，就是说是我自己设计的，也就是1楼和2楼的这样的一个门，平时看上去呢，它也可以像一个玻璃画一样的。郭金的家实际上是分为两部分的，生活区域和工作区域。刚才给您介绍的这边都是他的生活区域，工作区域在哪里呢？实际上在这面镜子后面。怎么讲，它是一扇门。推开门，里面是忙碌的工作间，关上门，重新回归宁静。在郭金看来，工作和生活就在开门关门之间。看点二，多变空间，个性选择。在屏幕上风格多变的郭金，在生活中为我们演绎了一个多变的空间。你很难用一种风格来定义这个空间，但又不能单纯的把这种设计称之为混搭，因为每种风格都完整的在一个空间中呈现，而这种混合却并不突兀。楼上是浪漫型情感类，地毯、窗帘等布艺软装饰都选择了紫色，无处不在的紫色搭配，加上宽大舒适的欧式古典大床，妩媚的公主镜，女性的浪漫气息扑面而来。而楼下大都是实用型，实用性的空间结构中吸取传统特征，在装饰中融入现代和古典，使家在现代和古典中舞蹈。在这块区域功能划分挺明确的，这边是餐厅，这里是客厅，而且你这一面墙的装饰上来说有这么多大的一个金属块。最开始会想到就是电视墙肯定会有一些架子，但是我是想就是打破原来的那种横板的那种架子，后来就觉得应该是方形的，让人感觉就有一点力量。后来就觉得这种方方的亮亮的挺好的，也有点像人生的台阶那个意思哈，我们一步一步的往上走，很有寓意，对，稳扎稳打的。听你这么一说，我更喜欢我家了。看点三，低碳生活无处不在。
郭金家看起来时尚华美，但仔细了解之后，你会发现郭金处处追求低碳原则，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你这个 CD 架蛮漂亮的啊，上面这个像是那个绑鳄鱼皮的那种材质，这个其实是我们家就原来那个家的旧的一个这个 CD 架，就它还算结实，只不过就是色彩上感觉好像稍微有一点过时了，嗯，所以我就想就是索性给它贴一点漆皮，然后还可以再用。没有想到这么年轻的郭金原来是节约而且是一个低碳人士，非常好。嗯，原来一向提倡环保的郭金给原来家里的旧家具穿新衣、戴帽子，再废物利用。你会发现很多创意并不需要耗费巨资或者是诸多的物料，也能够有令人惊艳的效果。最有趣的改造，最省钱的改造，最浪漫的改造。实际上这个鞋柜是郭金把以前的三个旧的鞋柜组合在一起做出来的。怎么说呢？你看这上面实际上是做了一圈这个木条，然后上面加了一个帽子，就通过这一个简单的边框就把它们组合在一起了。这个布帘也是后加上的，这实际上体现的也是一种勤俭持家、低碳环保的生活态度。好空间启示，挖掘杂志新功能，天花板上展时尚，功能们有了新看点，装饰空间作用大。旧家具穿新衣，不费巨资，效果惊艳。其实总结一下，郭金这个家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意外在哪里？虽然他的家的名字叫做亮丽人生，但是在亮丽人生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人生轨迹。好了，今天的家装气象站就到这里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关注红蓝两队的家装进程。一场激烈的争辩，这色本身就不是一个阳光的颜色，你干嘛要选这个颜色呀？你见过出来的效果吗？你现在只是想象你们脑海中的黑色，一个悬而未知的结果。我现在啊，我跟你讲，我做交通空间这五年了，五年多了，我这套房子对于收房的期待应该说是这个指数为十，是满的。我特别特别想看看他们到底能不能接受。哎，这房间已经画好了，这么漂亮啊！哎，我昨天走的时候，您不是还差好多吗？哎呀，我们昨天干到凌晨三点多才把顶上画完。哇，三点多才画完？是的。我还说今天早上过来继续干呢。房顶还真贴近你那个花舞的主题了。你给他家用了好多的水晶了。是啊。我喜欢的这么多的水晶帘，怎么都到他家了呢？我还想给我们家宝贝儿留个活动的小空间。那还要个水晶帘儿，别想用什么了，什么都想要。这算不算个小空间呢？杨艳怡专门为红队的宝宝准备了玩具架，水晶帘儿嘛，就由照片墙代替了。挺有家庭感的哈，挺温馨是吧？我也是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照片墙一做出来，立马家的气息就扑面而来了。家里如果要装修的话呢，在现场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个废料和断料，地板革的，这个是一个装饰的材料，还有什么呢？废的油漆，还有油漆桶，还有这个壁纸头，哎呀，多了去了。那我们这次的旧物改造就不再出别的命题了，就是让大家在现场找这些这个下脚料进行改造。这下脚料能做什么呀？一时半会还没有想好。那你听我吧，你看就是拿这个板儿做个底板儿，然后呢拿这些小片儿做搭搭搭搭起来做一个小盒子，你看怎么样？对对对，我原来也考虑一个工艺品。红队要把装修剩的下脚料做个装饰桶，他们把小木条的连接点用玻璃胶粘住，再用502胶固定，很结实呢。不一会儿，一个既是摆设又很实用的小饰品出现了。做出来真不错啊。是的，挺漂亮的哈。我觉得当一个笔筒挺不错的。笔筒，我觉着吧，当一个筷子筒，不错。放杂物也行，放什么东西都行，这挺好用的吧？是的，是的。咱们这次旧屋改造的话，就是用他们家一个闲置的这个旧相框和一个这个浮雕，对这个寓意来说，它是比较好的。蓝队要用陕西特产做字画，他们先用复写纸把字拓下来，在拓好的字上粘无数的红豆。然后再在字的周边沾上黄色的小米。南北的小米开始痒痒的，是吧？看把你媳妇养多漂亮，就是好东西，挺不错。好，那咱们现在就用那个，咱用他那个旧相框，把这个东西给他裱起来。哎呀，看到红队他们家收拾这么漂亮，我
特别羡慕，同时呢又特别激动，说他们把我们家收拾是啥样子。其实我一点也不担心，我想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现在我只想马上回到我们家去看一看。嗯，我也是这样的感觉。花舞这个主题我是通过不同的花的变形的形式来表现出来的，餐厅的餐桌上、电视柜上、电视背景墙上、沙发的后靠背的造型上等等等等，各种花交相辉映，形成了 一部小的音乐剧。我对我的作品很满意，希望房子的主人对这个作品也非常满意。交换的空间，情感的故事，两个用七个家的房子，你家有我装。接榜的那种感觉，啊，像高考接榜吗？我感觉有点像高考，痛痛痛，心跳的痛痛痛啊。因为我们想让这个房子明亮一点。明亮一点，那咱们看吧，闲话少叙吧，叫百闻不如一见是吧？好，三二一，哇！哦，哇！嗯，比我想象的好。天哪！比我们原来好多了，好多了。整个都变了。整个都变了，对，那地面也变了，真的，颜色也变了，颜色也变了。说原来的地面红啊，有点燥，变成灰的容易啊，容易安静一些。沙发的靠包是花，这个小脚垫也是花，买的茶几也都带花，这营造感觉像仙境似的，像仙境，像仙境似的。然后这个电视柜不也是花的吗？你看特意买的这种花，墙面上虽然不是花，但是是叶子。也跟花沾边儿啊，哎，不是不是，这叫硅藻泥，是非常环保的一种材料，挺复杂，这个确实有点复杂，嗯，而且很艺术，很艺术的，它是立体的，等于是凹进去的，这些叶子都是凹进去的。天花上的这个花啊，这个是手绘的，这个操作难度挺大，因为你得爬到梯子上仰着脖子，对对，这个太费心了，比较费劲一点，确实费了很多心。这个花的样子啊，跟你这个壁纸吧，就有点像，我觉得，哎，这块是壁纸，餐厅是壁纸，餐厅整个，嗯，就是灰黑色的花，会不会觉得灰黑颜色跟你们要求的就是明亮有点出入？还行吧。嗯，行，我可以，但是我没有想象到，没有想象到，我觉得变化太大太大了，变化是很大，非常大。我们想到可能这个墙壁可能弄个清淡一点的，清淡的颜色，清爽一点的，嗯，就是那个，嗯，但这个也挺好，我觉得。这个哈，这个的底色呢倒是淡淡的，是乳白色吧？啊，花是灰黑，这个还可以，这个还可以哈。那个墙呢就是淡淡的黄，这三个普罗是设计师非常得意的作品。这都是手绘出来的，女选手加设计师，还有设计师她的一个同学来一起画，一块绘的啊，都是真花。我非常心疼这些花，在这儿又耗电又没有水。这个不实用，这不实用，不实用。现在过两天就枯萎了，不用过两天，一天就行，留了难题了，一天就行。然后完了，我们就得拆掉了。这个也不一定拆掉，你把这个花拿下来，过年过节的，你就可以放点什么其他的，比如气球啊，或者还有很多装饰品，很多的方式，嗯。然后这边的过节的时候能营造一种非常气氛，哎，喜庆的气氛，对，这个可以的，嗯。这个窗帘它也是花舞啊，咱们展开来你看，它上面有卷草纹呀，有一些花的意象，对吧？颜色就是和这个地板啊，哎，要配一下，是配一下，对对对。你上面的原来那个吊顶，它用了一种新型的材料，真的换的地方真多。对，给你这个就是铺满了，这个漂亮，这个挺好看的，我也觉得这个挺好看的，很艺术。嗯，哎，这个还有一个地儿，刚才你们没看见，在那边呢，啊。也是用相同的材料，这是一个珠帘，这可以拉开，拉开，然后它碍事儿你就拉开啊，等于说是用菱形的这样的东西包了一下，嗯，那边是一个半帘儿。因为这块也有帘啊，对对，刚才我有点糊涂，我说哎，我们家是有过这个东西，嗯，跟着咱这配套，对。然后两边的灯给你换了两个水晶灯，也都是带花的，看到了，嗯，找一下旧物改造，就是用你们家的剩余材料。哎，这个嘛，这个是咱们墙角线上那抠下来那个，就是，不是墙角线啊，是你那边那个吊顶。哦，哎，那边那个他觉得好看的那个吊顶，这可以放筷子，放筷子，也可以放在书桌上当笔筒，笔筒都很漂亮，这个挺好，这个不错。又实用又美观。我们坐一下你们的新沙发啊，说那像坐在别人家，觉得怎么样？
整体感觉我觉得还不错，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板铺的好像不太假，不平是吧？不平，嗯。因为我原来比较期待一种温馨的感觉，我觉得还是有点冷。冷。但是用的那个色调的原因还是怎么个，反正觉得稍微有点冷。冷清是吗？空旷，空旷。咱们让观众有一个参照啊，100分满分，你给多少分？我给。不要不好。88分吧。88分。这个理想，嗯。我给92分吧。他们俩都挺有意思的，这分都有零有整呢，是吧？跟你们所想象当中的那种温暖明亮还有点出入，是吧？有点出入。好，没关系，这个空间回头你们住一住，看看有什么新的感觉，是适应了还是越发的不适应了，这都很正常。进一步把那个收拾一下。再收拾一下，对对，这句话很关键，他们要进一步再收拾一下。那边怎么样？那边我觉得他那边跟那反正风格完全不一样。大众化一点，大众化完全不一样，大部分人都能接受了。哦，是吧？这就更勾起我的这个胃。对于这次设计，我最为满意的就是对他以前的木作进行一个翻新，一改以前他那种陈旧沉闷的感觉，这样总体会显得空间更加宽敞，更加清新一些。玄关它起了一个分割餐厅和客厅的作用，铁艺雕花的一些运用，使整个空间显得更为轻盈，更为活泼一些。家的这个改造，我建议你们先想想原来家长的什么样子，要不然吧就有点可能觉得走错门了。原来喜欢什么样的？简约简约朴实那种，时尚一点。对，简约时尚又要朴实。主题叫做田园春秋。3 2 1。哇，这是我们家吗？哎呀，这块改了好激动！我儿子那个啊，那么喜欢的吗？啊，那个不错，可爱的儿子。这个什么？我喜欢小花盒啊。这原来那个我不喜欢那个黄色，改掉了，全都喷成白色的了。现在会闻到一点点油漆味儿。那个给我儿子弄那个游戏架，就是放玩具，去看怎么都跟客人似的，不敢动啊，不敢动了。我儿子特别喜欢，这给你儿子放了，你看小玩具都有地儿放了，他儿子特可爱。嗯，然后这个窗帘呢，给你拉上看看啊，全都是这种田园的。这个竖条条呢，跟你家的这个壁纸非常的像，嗯，啊，基本是配套的，差不多。我喜欢。你可以摸一下这个手感，它喷的漆啊，和用刷子刷的漆那感觉是不一样的，这个还是非常光滑的，嗯，对，这样你的房子一下就显得高了，对吧？所有的门套也都是橙色的。嗯，还放了鲜花。对，绿植，一个家里一定要有绿植。这个是新的，漂亮。这个是改过的，不是改过的，不是新的。真的，我都激动说不成话了。这个也是新的。嗯，这个我想要搬电视。对，那个小台灯是给你看电视的时候开的。你的沙发呀，没有变。啊，没有那么多钱再换沙发了，是给你做了一条裙子，实际上就是一块布。你们去坐一下，看看。其实沙发还是那个沙发，嗯，还是感觉不一样，感觉不一样了，变了，变了，全都变了。然后你的茶几呢，也给它做了一条连衣裙，裙子呢是这个条条的，然后面呢是这个花花的，就跟这个沙发似的。你坐的位置呢是条条的，但是靠包是花的，嗯，这样比较显亮多了。现在家里亮多了，真的亮多了。灯给你换成这种非常田园的，嗯，代表性的这种，挺漂亮的。嗯，我看一下那个玩意儿，你看看，你看看，都一样的啊，壁纸喷白，然后换灯。加一个照片展示墙，几乎张张都有儿子。你们家儿子是你们家的重心了啊！是啊，哎，找一下旧物改造，我看到了。你看，这是你家废弃的、不用的一个相框。嗯。啊哦。然后加的呢是咱们这个小米。小米，对。哦。咱们当地的特产，对吧？是红的。我早都想要一个就是这样的照片墙的，我都跟我老公说好多次了，但是一直没实现。嗯。这个真的好，真的好。然后你这花格窗，你看啊，没偷工减料，是通体的。这个比原来好多了，原来那个堵的后边这儿没东西了。颜色，现在这个
好。啊、嗯，对，这个感觉亮层多了。嗯，这个挺好的。一进门左手边这儿，这个呢是这个软木的，能摸出来就像软筛子一样哈、哦，让你一进门放就是钉一个挂衣钩。哦哦。但是啊。在西安的时候呢忘买了、嗯、到这儿之后啊设计师也不了解地形就买不着没事所以你们家自己买一个就在家就钉在这个就是接缝的位置我还以为是壁纸呢很像壁纸、啊、但是我很喜欢这种质感、啊、挺好挺好天圆的嘛、啊、新鞋柜这个也漂亮嗯这个也漂亮新鞋柜真的要感谢设计师了语无伦次了我都挺激动挺激动咱单刀直入吧直接打分得了一百分啊我非常满意95分95分你差5分在哪儿跟我说说差5分就是沙发这块变化不是很大嗯嗯那个照片墙最满意嗯嗯下来其他的灯啊、嗯、房间色调啊搭配起来感觉这个空间非常宽敞也比以前明亮多了嗯其他都很好就这边基本没什么变化基本没什么变化那要有变化的是怎么着呢知道他那五分在哪儿那边全是换新的了沙发换新的了他肯定是想要新的沙发对才你就是那边全是换新的了吗嗯好了那我们把对面的蓝队选手还有两位设计师请出来好吧来都是满意满意真的满意好咱们48小时结束了我觉得首先啊在这儿我要那个感谢一下两位设计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远道而来从西安到延安呀、啊、也是好几百公里而且带了很多的材料过来不管说是特别满意还是有所保留意见吧我觉得这个套句老话叫没有功劳还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疲劳就是真的是谢谢你们两位哈这么来配合我们的节目好我现在打开百宝箱这里面呢有人写了小纸条谁是田小羊啊铁王我亲爱的老婆大人时光如梭弹指间我俩结婚已10年回首我事我们倍感负罪满怀愧疚然我生性倔强而嘴硬从未向你表达今天借交换空间平台向老婆大人表个决心结婚之初经济窘迫没有像样的东西送给你不懂浪漫没有情调这是我们的生活平淡无奇缺少色彩厨艺不精责任缺失是你因营养不良而日渐消瘦对营养不良了看他瘦成啥了吗、嗯、胸无大志不思进取满足现状止步不前这人还能要吗定位不准不甘屈于你的领导对你的安排事项往往敷衍应对消极抵触这些我以后一定改正今后我就坚持你的领导不动摇刻苦耐劳勤劳致富为构建和谐幸福家庭而奋斗努力好希望你说到做到嗯从今天开始就希望咱们新的开始嗯希望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美满好吧虽然我个子不高但是我还希望做个大男人我希望我是一把伞撑在你的头顶在晴天的时候为你遮阳雨天的时候为你挡雨好啊我会用一生呵护你的有感觉感觉是不是特温暖特感觉我觉得他刚才的自我批评做得特别好都把自己说的不能要了对特别有勇气特别有勇气而且说的就是言过其实言过其实我觉得有点紧张没关系啊全国人民跟前对对对而且他说他心怀负罪我的天哪这太过分了说的这个老婆还是非常感动的是吧你不意思意思啊表示一下反正我们毕竟10年了嘛、嗯、老夫老妻了我们那些都经过岁月的沉淀、嗯、大家心里彼此都清楚、嗯、他今天确实当着全国人民的面做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当然我也有不对的地方不能说人家全怎么着了啊、嗯、人家只是自觉哎、啊、对境界夫妻之间我跟你讲要互相宠着、嗯、互相爱着这样呢就能够日子越过越近心越过越近我听说前一段家里宝宝哭得稀里哗啦、啊、是的因为他跟小朋友就吹出牛去了就是要去北京玩了对结果未能成行对太没面子了他不是上班经常非常的忙吗嗯抽不出时间了、啊、给孩子说了我就开始了啊你开始了今天是个不寻常的日子教会空间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家是我做梦都想不到的漂亮亲爱的我们一起走过了8年8年来
我们有过心酸，有过争吵，也有过许多的美好。由于工作的原因，我不能经常陪在你身边，总感觉有些内愧疚，尤其是想到你对我和儿子付出的那份爱，对父母的百般呵护，看到朋友们羡慕的目光，愧疚的同时我更感到幸福。我现在最想说的就是，我有个好老婆，给我带来一个好儿子，我会永远的爱你，爱我们这个家。你和儿子的心愿是去趟北京，由于各种原因我是一拖再拖，今天我做出一个承诺，今年十一期间，就是那左右吧，我一定要带您孩子去实现去北京的愿望，这是我准备好去北京的资金，你来保管，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北京天安门，去长城，这是去北京的盘缠都已经预存好了，这个就交给你保管了，看不清楚了，交给你保管吧。四个零几个一啊，一个一啊，那就是一万块。密码多少？密码我当着全国粤人面告诉你，是儿子的生日啊，儿子的生日，是儿子哪天生的？哎呀，太好了，我们这次做的两对夫妻哈都不短了，一对八年，一对十年，都是老夫老妻了。但是呢，看得出来你们都很融洽，而且呢，彼此对彼此还都特别特别的有信心。那在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感谢叶之峰装饰和美的洗衣机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还是要发出一个诚挚的邀请，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交换空间。交换的空间，情感的故事，两个用几个家的房子，你家有我装，我家有你装，只要别和从前一样。他们家全是新的，我们家全是改过的，这不满意，心里不平衡。因为48小时对于一个设计师来说真的是一个挑战，可能有得必有失吧。不管是满意也好，还是留下遗憾也罢，但是我非常感谢付出辛勤劳动的设计师，他还有他的团队，以及咱们中央台的所有工作人员，谢谢你们。我觉得这场博弈，发自内心真的感谢。